高兴我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今年最重大的任务，就是成为开放水域三冠王的台湾第一。对，那这一个所谓开放水域三冠王是English Channel， 就是英吉利海峡 Catalina Channel， 还有这个环曼哈顿二十座桥的挑战。对，那它是全世界目前大概只有330个人左右完成。所以它是一个算很重大的里程碑，那我很高兴可以就是代表台湾，然后完成这一项创举，就是这个国旗是全程在这个曼哈顿周围飘扬。其实在游泳当下我是非常感恩，就是它是我一直前进的一个力量这样。对，那我也很开心就是可以在不同的舞台上让世界看见台湾，就是我们也在这项运动上是发光发热。那我也希望就是接下来可以带回更多的东西回到台湾，让台湾人民可以更亲近海洋这样子。